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You。这次来攻略圣安地列斯佣兵系列任务第六关震慑战术。终于来到系列任务最终关，既然都最后一关了，也不跟你啰嗦，直接杀进去就对了。杀进去之前，你当然可以先用复仇者狂轰一番。这边要注意，不要太靠近建筑物，挡风玻璃没防弹，正面被太多人射，有机会被射死。远远给他飞弹狂炸，可以解决很多敌人，但也不用太执着射飞弹，好解决的打得差不多就可以降落开战。毕竟敌人全都在正面，里面的敌人有更好的掩体，人数也多，可能会一顿乱射把玩家给打下来。那这边下飞机之后，当然是要用带热感应狙击枪的重型狙击枪会比较方便。热感应狙击枪是地堡研发的产品之一，当然如果你很准，那什么枪都可以用。这边就是真刀真枪，让你爽爽枪战的部分。等敌人减少的差不多，就可以往里面推进。敌人其实是一波一波出现，而且很恶劣的是，他们是直接跳出来的。只要你走到某个定点，小雷达就会多一堆红点，绝对无法从外面清干净再大摇大摆的走进去。一定要一边解决敌人，一边往里面推进才行。
走到最里面，从这个楼梯往上爬。到了门口，发现门禁卡无效，必须打坏四周配置的讯号干扰器才能打开这扇门。讯号干扰器就长这样，注意看的话，讯号干扰器上面会有红箭头在上面跳。虽然有点小，但注意看还是看得到。讯号干扰器遍布各处，整个船屋里面都有。不过别担心，实际上站这里就能打光全部了，不用下楼。小地图也会标示大略位置，耐心一点，慢慢找。要打完也不是难事，不过还是要注意会一直有敌人来骚扰，不能太大意。开门之后就能进控制室了，这里比较狭窄，视线不良，要小心不要被敌人秒杀，至少会有两个敌人，不会增援。房间清干净，再去按开关。按下开关之后，又要下楼了。建议不要走原路下楼，而是走这边的楼梯。因为底下会冒出一堆敌人，其中似乎有拿雷射枪的人，一不注意就会被秒杀，要特别注意才行。打完这个方向的敌人之前，千万不要离开掩体。新来的敌人会包含很多载具，可以用雷射枪或火箭炮打爆。
这里的敌人也是一直冒出来，佐伊只能认命推进。最后也是最麻烦的阶段，就是推这个箱子。有队友的话，只要一个人推，一个人负责掩护，不是什么大问题。但如果你一个人玩，那问题就大了。推箱子的同时无法开枪，你只能推一段路清一下敌人，推一段路再清一下敌人，非常的麻烦。前面的敌人子弹会被箱子挡住，倒是还好，但高处跟背后的敌人就没办法无视了，只能认命放开箱子清人。唯一值得庆幸的是，敌人不会一口气来很多，耐心一点打，最后还是能把箱子推到终点。
上机之后就不用怕了，除非你自撞大楼，那就没办法了。凭这些直升机要把复仇者打下来，起码要再多来100架。当然也别太放心了，千万别乐极生悲。
最后切换成垂直起降模式，好好的降落吧，这样整个系列就过关了。第一次过关的话，可以获得一套新套装，风格很适合抢劫任务。有任何问题，欢迎在下方留言。那么觉得这个影片很有用，想看更多类似影片的话，别忘了订阅加小铃铛，才能第一时间收到影片通知哦。那么今天就到这里了，下次再会。Mission of a lifetime, TL. CR out.